宣读台湾民政府的主张及立场。一、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依据国际法理，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美国总统握有台湾占领权，美国总统有责任循万国公法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二、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遵守国际法，包含万国公法、国际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三、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不使用暴力或武力，促使各种方法使流亡中华民国结束在台湾的占领。四、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对中国殖民政权流亡中华民国政府推动的事务不合作也不配合。全体请坐下。这堂课由温承志讲师讲课，请大家鼓掌欢迎。各位同心学员，大家晚安，大家好。我们上过初级班了，那基本上对于我们目前所了解的内容有一个初步了解。那我先问一下，你今天是第一天来上课的，请举手。今天头一天来上课的野手，阿伯，我会记我顶礼拜有看过你哦。这是高级班，今天是高级班，哎，吼，对对吼。头一遍上高级班的，对嘛吼？头一遍上高级班的野手，我搁问一解，第一次上高级班的，请举手。阿伯对哇，头一摆啊，你有上过哦？哈、啊，放落来，哦 ，OK， 啊，拄啊下班过来野手，我、哦、应该拢大部分拢下班啊吼、哦、，OK， 咱今仔伊讲的题目啦吼、哦，叫啥？天皇主权，法律至上，哦，你有课表嘛吼、哦？有啊，有课表哦，阿伯你有课表哦，课表，有啦吼、哦，咱遐头一张遐白白，哦，咱来看这个课表吼、哦。头一张，咱看到今日是头一节课，哦，天皇主权，法律至上。明仔载早起有一节课叫做美国时间，哦，咱潘讲师会甲各位说明万国文化的由来，包括欧洲进展，伊的文明安怎来演变，包括法律的基础以及国际法哦内容等等，哦，这潘讲师会甲大家做说明。第三节课呢，日本承认。美国占领，哦，丹泰山、丹江苏，哦，对着这个亚洲、亚洲啦吼，伊、哦、对美国这个军事布局，哦，有深层的了解，哦，要甲各位，包括镜头前、头前咱所有的台湾的这个同胞，吼、哦，可能本土台湾人啊了解，其实咱所徛在这、生活伫这、这片土地是真安全的。为虾米？咱初级班有上过，台湾是虾米所在？美国军事政府的占领地，美国军事占领区。哦，等于讲咱参像咱过会记得无？像加沙走廊，加沙走廊那个，以色列是毋去甲占领？占领会当一点永远拢伫遐无？占久嘛是啊，爱搁爱行人。占领久爱行人，为虾米？因为战争法。哦，占领地维持和平一段时间过了后，占领军一定爱离开，为虾米？因为有战争法的保障，因为有战争法的保障，所以占领军在占领地维持和平一段时间之后，由当地占领区的住民所成立的。民政府 civil government 可以完全取代军事政府的占领的时候呢，那军事政府的占领也就结束了。但是和平条约的签订以及实施的日期，哦，譬如说像旧金山和平条约，我们知道在1951年9月8号签订，由全世界51个国家里面有48个国家来做。签署，
由四八国国家的国会通过，等于是为旧金山和平条约背书，那有三个国家没有参加，第一个是苏联 Soviet， 再来呢印度，第三个也就是中国的代表权，代表中国到底是哪一个 China， 中华民国 Republic of China， 蒋介石他在1949年10月1日的时候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的取代，所以他变成流亡政府，变流亡政府啊，所以蒋介石会当派代表去旧金山去参加旧金山和平条约的签订，可不可以 ？No， 流亡政府不行。向赶出的人会当阁代表厝内底的人去接触外口的代志无？袂用的，伊无伫厝的啊。中国，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建立1949年10月7日，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人民广场向所有全世界 announce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那中国的政权正式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取代。那中华人民国呢？它的政府建都在哪里？南京。所以流亡来台湾这片土地，目前占据在台北市的所谓的中华民国，它的实际上在国际上的地位呢？它是一个流亡政府，是不是正常国家 ？No， 它不是正常的国家。流亡政府，伊流亡去人的所在，人的土地面顶，伫遐暂时去人收留，谁甲收留？美国。那亲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法国、比利时、波兰，记这简单这三个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欧洲咱知影有一个叫啥？希特勒、纳粹。席卷过欧洲，拍甲真闹热。有名的诺曼底登陆，这拢伫欧洲。包括咱今仔日，啥物日子？7月21日，咱一班大学头前 H 高级班，2017年7月21日开课，高级行政的参与班，所以高级班的内容会比初级班搁较深，所以咱今仔上课内容。各位，你手头有一本2017年的中国的国情报道，国情报告，中国国情报告，这里底内容呢，等一下讲师会大家带大家来看吼，这本非常重要，内底有秘书长在内底要向各位人民政府未来要担任公务人员，要为百姓设想的每一个同心学员的期待。伊简单的例伫头一页，要向大家来做说明。佮接着安尼是中国的解放军哦，空军的一个待续吼，伊、对目前中国伊目前的状况、详细状况有足济详细一个说明，拢伫这本2017年的《中国国情报告》这本内底所以大约。江苏大上课时阵会呾带大家来看所以恁大约先坐伫遮。咱转来个主题，头先讲到美国军事政府占领台湾那目前即、這个伫台北市即个流亡政府，所谓向外口口口声声拢讲是伊是中华民国，但是伊走入国际社会的时阵，要参加国际的场所。包括重要的会议，伊拢总是啥无法度使用中华民国的这个名号。为虾米？因为实际的名，咱所知影伫奥运，奥林匹克，咱知影讲操，四年拍一摆，对吧？我们派代表团来，来头前才坐，才坐到，我紧吼，好，啊，加物件小传者吼，奥林匹克。
咱知影即马目前派台去代表，因拢用啥物名 ？Chinese Taipei。哦，好，各位，来，大家目睭开开，大家眼睛闭起来看前面，眼睛闭起来，脸朝前面，眼睛闭起来。我问大家 ，Chinese Taipei 是中国台北的请亚手，中华台北的请亚手。好，请放下。好，眼睛睁开来。Chinese Taipei 不是中华台北，伊正式的名，即目前台面上政治台湾，也就是即马咱看到台面上这政治人物，因所代表的台湾叫做政治台湾，是毋是真正法律的台湾？不是，伊是是一个呐管理的单位，伊顶头是上咧甲掌握。美国国会、美国国务院，根据啥？《台湾关系法》哦，《台湾关系法》是美国宪法，也就是美国的国内法。哦，我伫初级班，我相信大家有听过吼、哦。美国国会伫美国历史内底通过的法令法案，速度第一紧的，是啥物？《台湾关系法》第一。1979年4月份，真紧三读通过。哦，这等于啊，因为美国伊一个立场就讲，伫1978年的12月底，美国正式透过卡特，吼、哦，吉米卡特这个总统正式声明，要干啥？中华人民共和国那边啥建交？哦，就是啥遵守。国际法对啥？一个中国的政策，哦，一个中国的政策是啥？咱国际社会熟悉，一定啦了解啊。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是正港的中国。流亡伫台湾的所谓的中华民国，伊是流亡政府，并未当代表中国。哦，啊，所以了解哦，你走出去外口，离开厝内底，走啊远远的人。会当代表厝内底处理厝内底的代志哦，可不可以？离家出走的人可不可以代表家里处理家里的事务？我们想想看，可以吗？可不可以？大家都知道一定不行。政府嘛是同款，袂用的。流亡政府你袂用的代表原来的政府。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三个国家流亡伫底，英国的首都伦敦。哦，所以。因参加国际社会一挂重要的场合，代表的名义同款 ，French London， 法国伦敦，哦，即英语是呾，哦，波兰的波兰伦敦，比利时的 Belgian London， 拢流亡伫底英国的首都伦敦，哦，伊全名叫啥？像中华民国 Chinese Taipei， 不是中国台北。也不是中华台北。现在台面上所有的政治人物不愿意跟你讲，他的全名是什么，请你记下来：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市。全名英文 Chinese Exiled Government in Taipei， 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简称干签叫做啥 ？Chinese Taipei， 来听有吼、哦？中华台北、中国台北，拢唔是，拢唔通去差迄个。啊，我中国代表，啊，所以你是甲阿强阿好，啊，中华台北较爱台湾 ，No， 你中计啊，你就中毒啊。咱头壳内底当爱知影，咱家己是虾米身份？头一节课初级班，我向请大家。说明过啊，咱来想看卖，咱咧发表，包括要讲咱家己的身份，要为对来，你爱去了解着。咱家己本身代表的是正赢的，还是正输的？爱去了解哦。这土地是啥？美国的军事占领地，唔是国家，请你爱记咧。台湾唔是国家，是美国的军事占领地。中华民国是
流氓政府，伊毋是台湾，你一定要记得清楚哦。这重点你会记得了后，渐渐你就了解啊。中华民国伊毋是台湾，所以戴明雄伊也讲，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台湾就是中华民国。No， 你说谎。明明你是周先生，口口声声出去讲你是林先生。各位，你的银行的口座、银行账户，有人盗用你的名字，冒名顶替去银行贷款1亿、2亿、5亿，你发现之后，你会不会上法院告他告到死？会不会？你的银行账户、你的银行口座，有人偷摕你的银啊？伊明明姓王、姓林、姓陈，啊，明明伊毋是你啊，用你的名义去银行贷款，领你的钱，互你掠包掠到，你会甲告无？会无？哎、所以流亡的中华民国会当代表台湾政府无？会用的无？当然袂用。像这样流亡伫印度达兰萨拉，有一个政府叫啥？西藏流亡政府。伊的英语名叫啥 ？Tibet， 吐蕃。会当代表印度的政府无？足清楚的。大家这爱大家都拢知啊，当然袂当讲哦，西藏流亡政府代表印度政府，同款的道理，流亡伫台北市的中华民国政府，也当代表台湾政府哦，袂用的。简单个咧，各位，咱知影，咱想看卖过去，因有举办着啥五都的选举，高雄市。甲高雄县合起来叫啥？大高雄市对无？台南县甲台南市合起来叫啥？大台南市对无？台中嘞，台中县甲台中市合起来叫啥？台中市，大台中市对无？足奇怪的代志发生啊！原来的台北县甲台北市有合起来无？原来的台北市跟台北县有没有合起来？有没有？没有，无。等到发生一个问题，台北市又原是台北市，原来的台北县的变作新北市、新北市。为什么呢？各位有没有发现到，台北市它永远就是范围跟地区永远长不大，就是在那个地方。为什么呢？流亡政府除了不能就地合法之外，他的流亡的范围也不可以扩大，懂了吗？所以现在目前政治台湾这些政治捞啊，为什么叫政治捞啊？捞好处啊，哪里有大块饼就往哪里靠，所以会不会为百姓设想？会不会？不会啊，他怎么会为百姓设想呢？他跟以前我们所了解的殖民者的心态是一样的，口口声声讲爱台湾，谁最爱台湾？习近平最爱台湾，胡锦涛最爱台湾，全世界都很爱台湾。什么？台湾是宝岛，台湾是宝岛，什么拢有，唔免枵巴肚，要食啥拢有。敢有需要咱问讲，食饱未？哎无，迄是真啊！以前拢免，以前拢问安怎？台北遐台湾博览会，咱来做伙啊，三甲来台北参加啦，台湾博览会。当时台湾总督府的时代，台北真正有举办的台湾的博览会，你知影无？大家拢穿啊，啪哩啪哩，像我呢，穿安尼西装，面顶阁挂十波的地心书包，女性嘞，阁地迄啥，像迄西洋或西洋啊，一顶帽啊，面顶阁牵蕾丝，啊阁戴一对足大对的花，穿啊洋装，官大爷甲搭起去，十波穿，
会。是啥物时阵开始，台湾开始呐艰苦，一旱之前，各位，我的阿公嘛甲我讲啊，中国国民党带着伊个流亡的中国军，即个中国的走路兵来台湾了后，大家甲开始一旱之前。咱原来生活嘞，咱来原来身份嘞，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军开飞行机来啥，甲咱扫射，甲咱填炸弹，四界破哦，咱阮知影，大家拢会走啥，走锁开，啥物叫锁开？防空警报，哎。我相信一寡有听过流行曲的人，有听过伍佰无？伍佰是不是有一首歌《空袭警报》？有无？空袭警报，哎呀，伍佰唱着一条歌有无？哦，啥物飞行机美国的飞行机来啊？啊，只要唔避就会连你就去弹着脚，哦，有无？啊，阿公啊，避啊，迄条歌足趣味的，就甲大家讲美国。开飞行机甲咱拍，各位想看卖？台湾啊，甲美国是朋友嘛子的关系。台湾设施是中华民国的，安尼美国是安怎要开飞行机来拍台湾？有去想到无？为什么美国轰炸台湾？日本轰炸重庆中国？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不一样啊，因为在重庆的那个蒋介石国民政府是属于中华民国的叛军，他跟毛泽东是一样的，两个都受到谁在后面操弄？我相信各位你不知道，苏联的史达林在后面像玩傀儡一样操弄着蒋介石跟毛泽东。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是谁？打击汪精卫、汪兆铭。孙文、孙中山他把政权其实是交给谁？汪兆铭，他是最可靠的。中国有打过什么北伐，对不对？孙逸仙先生他打了十几通的电报，蒋介石他就一直躲在哪里？躲在浙江。过他的公子哥的生活，跟杜月笙在那边混，所以这一段历史，我相信各位你如果有看过李敖的书，里面就有讲到，其实孙文、孙逸仙先生他对蒋介石并没有很好的印象，但是蒋介石一直很想拿到中国的政权，所以他想尽办法要什么？把挡在他前面的政敌、政敌上的竞争的对象，想办法要甲救落来。汪精卫就是其中一个。汪精卫上听话，孙文讲啥，伊照做，听话照做。是啥啥？为着中国设想，伊甲啥？甲当时全世界武力甲经济上高的一个国家叫啥？日本帝国。要甲伊配合，配合啥？想办法要甲中国加入啥近代化的流程，但是呢，蒋介石甲毛泽东，因为去想到，即使讲中国啊加入近代化的时阵，因的政治的理想有法度实现无？无法度实现。蒋介石你就知影伊带的人就知影，拢是啥贪腐集团。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啥物环境上好？大家拢足散的，经济无好，足落后的，迄上好统治共产。哦，所以大家知哦，哦，这是中国的一寡初步伫战争移除世界大战之前的状况。哦，南京大屠杀是假的，各位你知哦？知哦，是假的。哦，为什么？因为南京大屠杀这个事件，其实是中国国民党主导，中国共产党对立化去做的一个假的事件。
将伫后壁咧控制史达林，慢慢只调查报告慢慢弄会出来。史达林为啥要制造南京的事件？因为当时国际联盟就哪参像怎啊联合国，世界一个组织，有世界各国组成的，伫当时成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了后，签巴黎条合约了后，世界各国合起来叫啥？国际联盟。当时迄个时阵，迄个时间点，世界有五大军事力量上强的国家，第一名是啥？日本。第二个、第三个、第三，我相信各位你们知，相排第三，美国。所以当时当然要维持世界和平的，一定是交代给谁？日本。日本有哪参像这样联合国？世界有发生各国有战乱的时阵，拢会派对一个国家的军队去做维和任务，是毋派美国？哎，把歌遮济。哎，好，谢谢。好 ，OK。维和任务，大家有想到无？现在人敢有新闻咧报讲哦，美国侵略伊拉克，美国侵略阿富汗，有无？没有，无人会去听这個，因为啥？大家拢知啊，美国是执行联合国交代的维和任务，维持世界各国和平，不要打内战，包括叙利亚。美国嘛是，联合国嘛是交代美国去啥，去甲叙利亚一寡内战，包括ISIS 在做乱的人去啥，甲搞定、甲摆平。同款的道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日本帝国、日本的军队、日本的皇军、日本皇军，他擅自进出中国，他不是侵略，他是在做什么事情？维和任务，它不是侵华哦。如果我们脑筋里面还存在着日本侵华，各位，你脑袋里面还是有毒啊！你毒上好你的，蒋介石留落来的人好你的，要让你万分日本人，因为啥？因为咱就是日本人，土地日本天皇的，咱家己的祖先日本人，当然。在场的各位，你若讲1949年迄年，随着家己的爸爸、阿公来遮，不得已来到台湾的，当然你的祖先毋是日本人，是流亡的中国人。同款，咱拢住伫一片台湾面顶，大家呐友善，因为较侪年啊，咱互相之间毋通有敌意，毋通讲啊，伊是中国人，我万分伊。哦，伊是流亡中国人，我不要跟他在一起，唔通安呢？因为咱是啥法理台湾人，咱法理至上，伊同款到咱住伫遮，哪参像一个社区内底，有人身为外口，吼、哦，同款买厝买伫咱隔壁，甲咱无同款的人，咱是毋是甲伊同款厝边？厝边隔壁的好好啊，安怎优先对待？敢咪讲，哎，这是为外庄头搬来，伊是咱的敌人。卖介好，会无？袂，我相信袂。流亡中国人嘛是同款，那参像当时清朝对世界讲的清帝国的时间，哦，1895年，迄时间点，真侪清国的人拢是哪？伫台湾。但是日本天皇伫1895年4月17号，哦，这个马关条约下关条取得台湾的所有权了后。伊敢有甲清国人全部赶走，并无。下关条约内底就是 Shimonoseki Treaty of Shimonoseki， 就是下关条约。正确名称叫做啥？下关条约。吼，因为咱伫日本的地图面顶找无马关这个所在。吼，大哥个手机会去关起来，斟酌听课嘿。嘿，后壁爱甲画者，上课爱专心，好不好？手机关起来，各位，手机夹。检查一下，你的手机检查一下，没关的请举手。你手机没有关掉的请举手。等一下，手机响了，你又不用听课。哦 ，OK， 手机一定要给它关起来哈、哦。啊，咱边啊啦，
咱大家拢同学，莫去吵着人上课，哎，好不好？哦，好。下关条约、马关条约，怎头怎尾讲啊，足清楚啊。大清帝国大皇帝，甲啥？大日本帝国大皇帝，为着维持和平，签订啥？马关条约、下关条约。签约的所在代表条约的名，大家记得哦。像巴黎合约，伫对签的法国的巴黎；旧金山和平条约伫对签的美国的旧金山 （San Francisco）， 所以叫做啥？旧金山和平条约。日本帝国甲清帝国战争了后，日清战争战完，清帝国战败。大日本帝国正念签和平条约，名叫啥？下关条约，就是伫日本的下关签的。下关的日本名叫啥？西摩诺西奇下关，并不是马关哦，所以你迄名会记得。咱即下伊是想讲马关条约，马关条约，因为中国的市民教材甲咱讲啥？马关哦，但是咱追根溯源啊，回的啊啥证明？正确的名，咱甲提出来，就是啥《下关条约》。哦，足侪咱过去读的历史课本也好，教材也好，咱慢慢爱甲头壳内底无正确的观点，甲断去煞。为虾米？因为咱爱甲世界接起来。各位，我真侪公司同事拢伫国外，因当下拢甲我讲，咱住伫台湾，甲外口。水准甲知识差几年，你知无？各位你知无？20年，这是上轻的镜头哦。差20年的水准哦，包括咱的知识了解程度差20年，搁较严重诶，30档。各位你知无？咱即马家己的兄弟姊妹时势所领的薪水水准，伊是咧定是20档之前的水准。这就是啥？政治联合，王公啊，你看电视讲啊，迄什么党什么党，爱台湾就爱支持迄党，啊，较无爱台湾，中国国民党啊，好死安怎，甲抵制，甲赶走，各位，你都中计啊，你就中计了。流亡政府的家务事，我们被占领地的人民要不要去管他？要不要？要不要管他？要不要？流浪来的人，一群人伫遐冤家啊！啊，伊就伫遐围起，伊迄个围起来，迄社区流浪的人伫内底咧冤家啊！因内底往哪有义气、地主的人伫内底？吼，伊家底往哪有警察伫内底？咱爱去管伊的代志无？爱无？免。流亡的人家己内底有管理的组织、管理的机制。咱去用美国军事占领地、占领的本土台湾人，正确的名叫啥？日本台湾人。咱唔免去管因兜的代志，但是伊要叫咱要甲伊配合，比如讲啊，伊找咱兜的囡仔，我讲爱去做兵，你爱去抵抗无？唔通哦，好汉不吃眼前亏哦，了解哦？法律至上，为啥这节课天皇主权法律至上？这个法律至上的意义伫底？咱每一个人，你爱给你身躯一定爱扎一项啥物物件？扎武器对无？啥物武器？笔，你爱扎笔哦。哦，扎笔。为啥？台湾政府伫2006年10月24日，以及2015年9月27日，连续2摆的官司，咱去看。靠控告美国得到啥正确的法律？伊2006年10月24日，哦，秘书长代表啦，台湾政府去控告美国政府。美国政府国务院有啥？当然有立场会当讲啥？国家免诉，国家唔免防告。但是美国有上重要的一个重点伫底，因为美国是啥？咱所知影。人权是美国宪法的一个重要的精神，所以美国宪法内底要求讲要重视人权。各位，
咱是叫美国军事政府占领，咱占领地人民有人权无？有，天赋人权。哦，各位你相信你以前有读书读啥？孟德斯鸠有无？卢梭哦，即个拢大拢知啊，拢即个一挂近代民主运动的一个思想家，当然流传落来。罗斯福伊就把这天赋人权重要的哦，人有免于匮乏、免于恐惧哦，拢综合起来拢有四点。各位你会当啊去网络去查，占领地人民同款有啥人权保障？尤其咱是啥美国军事政府的占领，当然受到啥？美国宪法的保障，所以各位，两摆官司过，拢美国的联邦法院拢有接受，原因就是伫遮，我们受到美国宪法的保障。咱占领地人民，去政治台湾安尼吞打，到目前七十外冬啊，去中华民国伊的法院去告有效无？有效无？无效，为啥物？咱会记有一个叫做鳄鱼先生，那叫啥？徐水德，有无？伊讲法院上开的，法院是阮国民党开的啦。告有效无？无效，爱去告啥？爱去告头家，毋是去告新罗。流亡伫台北市的这個中华民国，伊啥？是美国请来工友。头家足无用的，头家无法度只干单台湾走来走去，伊就啥请工友，迄工友佫家己嘛只会熟悉哦，名叫啥蒋介石。所以大家记哦，1945年9月初期发生一件代志，啥物代志？麦克阿瑟发布了一号命令 ，General Number One， 哦 ，General Order Number One 就是。一号命令，麦克阿瑟是将军哦，负责啥？东亚的整个在处理军事占领的主要的领导哦，等于讲这所在吼，第一哦，太平洋战区跟中国战区全部啥？麦克阿瑟一手掌握，负责啥？军事占领，中国政府当然由蒋介石去占领哦，太平洋嘞。麦克阿瑟有指定蒋介石可以来占领，帮谁占领？帮美国做这件事情，就是占领台湾。哦，北方四岛想占领 ，Soviet 苏联，苏联占领。日本呢？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想占领，美国家己占领。韩国占领地独岛，各位你有看过新闻知？迄、那个岛屿面顶有慰安妇的雕像，李明博有一个纪念碑放伫遐，那就是主岛独岛。Okinawa 当时交代何上？交代予联合国。哦，台湾呢？台湾当然交何上？蒋介石来占领。为什么安尼？因为麦克阿瑟，伊要怎处理，就是要甲大日本帝国所有的土地四分五裂，甲拆拆的，拆有散散，或者啥无法多团结。哦，你来看卖，北方四岛苏联、日本四列岛，美国家己占领 ，Okinawa 联合国托管台湾的蒋介石，啊，有可能战后佫合起来无？像德国德意志帝国。第四次大战战后，连伊短短十冬左右，连伊希特勒都起来席卷欧洲。这个状况，因为世界各国惊这状况，佫发生伫对，发生伫日本，所以甲规个日本甲拆起来。哦，所以爱知吼，为什么四分五裂，原因伫遮。但是一点，2013年第一届的日台精英会议，秘书长伫咱遮中央圆桌遮。甲日本的精英开着日台精英会议，伫会议内底有讲，中华民国的占领军伫64冬以来，永远做袂到的两件代志：第一，公平；第二，正义。
各位，咱目前为止有摕到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你手头有因的身份证也手。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你手上有的，请举手。好，请放下。各位，那张身份证翻过来，妈妈那个名，我的妈妈的名字后面，你稍照一下，用那机器去刻的，一排数字，头前三个号码，家私藏伫仓库。伊政府单位要申请福利好康的。几趴几趴的身份证摕起来看就知啊，是家己人还是去用占领台湾的奴隶看就知。所以因有特权啊，身份证摕起来啊，坐车免钱，银行存款10%给你，拢藏伫内底，你知哦？唔知？公平甲正义永远做袂到。平平同款一件代志发生，陈水扁先生关关关关到今嘛，马英九先生有关无？有没有关？有没有关？没有关呢，伊无关呢。马英九先生有关无？有像阿扁安尼无？关啊，必须要找个理由保外就医，啊，才会当回去看妈妈。免啦，为啥？因为马英九先生是代表哪？占领方，陈水扁先生嘞，被占领的台湾人，无代无志，被占领地的人民，假冒去参加流亡，厝内底的家务事，去选总统，所以会记得哦，林郑甲宋楚瑜，伫2008年。控八年哦，是不？哦，前面有一个黄时成，要打一张当选公报，打在玻璃顶，连你打几秒去让拆起来，有无？过记哦，袂记哦。啊，所以哈，连前的话啥，陈水扁窃国，有无？你开刀那样较久，这拢是政治人家啥？政党之间。斗来斗去，要消磨啥？每一个台湾人，互你无法度去团结，无法度了解台湾正港法律的真相。台湾媒体有自由无？有公平无？无啊！有公平，各位，即马新闻媒体包括电视台，应该啥？拢报台湾民政府的课程啊，咧宣导台湾民政府的法律啊。你电视顶，你有看过电视有报道？台湾民政府告美国的，你有在来这之前，你来的这里上课之前，你有看过新闻报道，台湾民政府控告美国2次官司都在电视看到的，请举手。来这里才知道的，请举手。对啊，好，请放下。所以你看麦，因的媒体有公平无？有没有公平？没有。所以课程一开始，我向大家讲的，就是讲以上讲的这种种，拢是政治台湾真实的面目。那亲像咱咧看布袋戏红啊，像咧大拜拜唱歌戏，各位，伫歌戏咧走跳唱歌戏，布袋戏咧演人工啊，走来走去，迄是毋是真的？是毋是真的？假的呢？各位想看卖岳飞，敢有可能伫个头前走来走去？有无？啊，穿个衫讲啊，我是迄落哎孙悟空，啊伫台顶啊走来走去演《西游记》，有你看？迄是毋是真的？但是台下的人看甲足入戏，足看人啊入戏很深呢。看啊啊，那真的看甲气甲吼，鞋啊吼拖鞋起起啊，等下台啊顶起去。各位有看过哦，气咖啊，食迄落湿热冰，以前人有食湿热冰、食鸡鸭冰，食食气咖，甲面顶迄落啥，海西岳飞迄个感情，甲鸡鸭冰拖下拢甲弹下啦，弹下勤快身上去，哇，拢演咧歌戏，大家拢入戏，入戏很深。啊，看啦，人咧演布袋戏，
输眼门出来，哇，拍扑啊！看到庄稼人开始割石头，喂，看戏讲啊！咱即马伫台面上电视顶看遮个新闻报的，你看的起码是会好无？会无？气神露面，无采遐时间，倒不如咱回头，咱了解咱家的身份，咱是战败国的人民，是基本天皇的臣民，臣民，咱是皇民。咱不是中国人，咱不是占名的一方，咱是啥？去战败、去用占领的台湾人。咱效忠的对象是啥？日本天皇，不是蒋公，也不是孙中山国父。各位有趣味无？一个国家有国父，有蒋公，啊大，我讲我蒋公较大还是？啊，是国父较大，啊，小朋友讲蒋公较大，为什么？蒋公，蒋爷爷，所以蒋爷爷比较大。国父，国家的爸爸，所以他比较小。不对啊，国父比较大啊。笑话啦吼，这大家想看卖，中国这种有毒的思想，渐渐伫遐咧取代，为啥物？因为伊知影，咱本身原来。在这片土地生活的单人，每一个人头壳内底拢永远记着一个人，永远效忠，看到伊来欢喜甲会欢呼万载。迄人是啥？日本天皇。因为咱国家战败啊，咱的天皇伫1945年8月15日，透过广播垃圾哦，向咱的国家每一个人家家户户开垃圾哦咧听，咱的国家。战败啊，必须要投降。呼吁咱国家的国军，就是皇军，咱的日本军队，把手头的武器交予美国，把武器交出来，向同盟国投降。咱的天皇呼吁，迄天全国大家拢哭。咱美国。其实无别国，咱是啥？只是去用军事政府占领。咱重点是对，台湾伫1945年4月7日，迄、那个日子真重要哦。1945年4月1日，就像现在每一家公司的会计年度，现在会计年度是不是7月1日？新的年度，各位，你有做过会计无？有领薪水无？每一个公司，每一个会计，当年的7月7日，前一天6月份，就顶个月啦吼。每一间公司，大家会计师，会计师的事务所，无闲加，要做啥？做小。但是咱的国家，日本天皇，日本帝国，咱的会计年度包括怎样？日本会计年度当时4月7日。所以4月7日这个重要的意义，请你来记得。第一，会计年度新的开始；第二，每一个学校新的学期开学为止；第三个啦，新的公司要就任，包括公司交接为止，4月7日。搁啥？政府要新的政策要落去的时阵，4月7日。各位，搁一个日子，足重要，请你来记得。我们台湾民政府秘书长跟秘书长夫人结婚纪念日在2013年4月1日。我讲师跟各位提这个日子，请你要记住，我们要感恩哦。如果不是秘书长，各位你还有醒吗？想看卖啊，跟秘书长鼓掌一下哦。如果不是 Dr. Roger Sisteen。各位，我们今天知不知道台湾法理？我们现在是不是还在政治台湾的政治炼狱里面打滚，永远醒不过来，还在为民进党、国民党、时代力量在生气、在打架、在搞家族分裂？哥哥跟弟弟政党立场不同，哥哥跟弟弟15年来从来没讲过一句话。邻居，他插国民党旗，他插民进党旗，
隔壁邻居只要一个东西丢到自己家里来了，两个邻居拿刀棍互相打架，我相信各位你新闻上都看得到。我们要不要这种情况发生？要不要？不要，各位不希望啊。这个就是政治炼狱啊。为什么我们到任何地方去，不要讲政治，不要讲宗教？我们的人的生活品质有必要这么卑微吗？跟我阿叔要比，咱是正讲，咱是家是啥？去用君主政府占领，咱啥物代志拢会用公开讨论啊？为什么人拢变哈无理性、感情用事、情绪化、情绪化、感情用事啊？去用小西人者，连你当兵的装、甲顶头装、甲下头装，要结起来，相拍，冤家娘子，拢袂平顺啊！咱要去外口行路，搁爱预防讲。我身躯有诈钱，惊去让人去让抢劫，治安较歹，哦，厝无锁。各位，我甲讲一下哦，江苏甲各位讲，伫1945年的8月15日，甲1945年10月25日，这个期间，将近8月15日到10月25日，这将近2个月的个时间哦，各位，台湾无政府呢，有抢劫无？有偷摕物件无？零犯罪率。所以我头先一开始就讲啊，大家生活足好个啊，就是蒋介石带着伊个占领军来到台湾了后，大家他开始啥？食韩资签，40000换1元。1949年6月15日，40000块换1元。各位，你搁较有钱拢无效，一沓较大沓个台票。去换蒋介石印的新台票，本来你会用个买餐地，结果呐，换换的买一块豆腐食都食袂饱，有可能无？用抢抢去，物资全部呐，去予中国占领军运送去中共，拍啥国共内战？大家才会艰苦甲食韩资签嘛。哦，所以咱知影讲八田雨衣伊伫个嘉南平原，哦，咱也有去关心着八田雨衣个雕像，去予无聊个中国人甲头啊切起来，有无？哎呀，大家拢印象足深个。这就是啥，在搞一些模糊政策，因为大家知道这土地就是日本天皇个，所以八田雨衣毋只有伫个台湾总统府个授权之下去设计啥嘉南平原。伊是要来做实名，毋是。日本天皇其实呐，足爱台湾的。伫1905年，伊特别要了解，伊惊讲台湾发生啊啥，马关条、下关条去发生的啥辽东半岛的问题。因为辽东半岛伫下关条内底，伊啥是清帝国发起地、起源地，是等于啥新型未当分割的领土。那参像咱人。各位，咱想看卖，什么叫做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想想看哦，就自然法则来讲，每一个人内脏、肝、心脏、胃、肠啊、腰子，会用个凊彩刮无？会用个凊彩刮起来无？袂用个，心脏会用个凊彩刮起来无？胃会用个无？袂用个，这个叫做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下面叫做殖民地，各位，你买的车、买的物件、买的猪，这就是啥？殖民地都可以转让。那你听有无？殖民地跟神圣不可分割领土就是这样子，你的内脏就是神圣不可分割领土。你所拥有的东西，杯子、眼镜、书、笔。你开的车子、骑的摩托车、用的桌子、椅子，这个叫做什么？殖民地，随时是什么？可以转让，在哦，哦，殖民地跟神圣不可分割领土的啥呢？国际法甲战争法，大家记得哦。国际法是啥？有条目式的，但是战争法有没有？
战争法没有条目是？没有，战争法散落在各个地方，日内瓦公约、海牙公约，还有什么？各位你初级班你小想一下哦，莫伫只江叔讲啊，听讲哦，啊你头壳空空的，你爱记咧？江叔怎啊在甲讲的啦？你爱去复习初级班，你知？要来做等一下上课的基础。哦 ，OK。好，咱等下只吼，咱只个今仔周地来看讲咧，讲师，这两排豆菜鸡啊鸡，我看无诶。哦，这上面意思因为啦。各位，台湾民政府每一个通信有一个观念，咱今日啥？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咱是要甲世界各国接触，对不？英语爱学哦，唔通讲我到四十岁啊，五十岁啊，年纪大我不爱学，唔对。真济社区阿伯阿姆、阿公阿妈，八十外岁啊，英语学甲下下叫。你知道不？你知道吗？连年轻人看到就很想跟他敬礼，很厉害。他没读过英文，可是英文他读得很流利。为什么？只要你有意愿，只要你肯努力，你肯用心，英语不是问题，一定要学。这头前这句啥？天皇主权，法理至上。天皇伫底？天皇伫遮。Sovereignty， 各位爱记得哦。完整的主权的英语就是 Sovereignty。完整的主权下骹分啥物物件？主权、权利、甲啥？主权的义务。主权的权利会当转让予人，但是主权的义务会用的无？袂用的。记得哦。主权的英文是 sovereignty， 里面蕴含有两个主权权利跟主权的义务。主权权利天赋可以移转，也就是管辖权。天赋不可移转的主权义务不可以移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所以台湾所有权里面的主权权利，也就是台湾的管辖权，可不可以转让？可以。为什么转让？现阶段来讲，就是转让给美国总统。所以美国总统的是什么？美国军事政府军事指挥的总指挥官。各位，咱伫街路上无看到美国的军队无要紧，你电视开开，你有看到美国总统无？有看到无？美国总统即马是啥？川普对吧？有看到无？有看过即马现任美国总统的请举手？有看过现任美国总统的请举手？有人没看过哦。好，来请举手，我要看一下有没有看过。啊，举手啊，请放下。美国总统你有看到啊？伊就是台湾的占领权的握有者。美国总统握有台湾占领权。美国总统现在是谁？川普。哦，台湾所有权的保有者是啥？日本天皇，日本天皇。日本天皇陛下什么时候要退位？2018年，也就是明年，谁会接任？德仁殿下，要记得哦，不要忘记哦。日本天皇是我们自己家里的家事哦，也就是我们国家的国事哦。不要把日本天皇当成那是日本的事情，不关台湾的事，那你就错了。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你就是外国人，你就是中国人，你不是台湾人，你也不是日本台湾人，你也不是日本人。我们讲话在表达很重要一点，你讲的内容，你讲的内容代表你的身份。当咱家己本天皇
家己本地国，包括占领地日本单人的代志，当作是家己的代志，较啊要紧的时阵，这个时间点，你头壳有转过来的时阵，恭喜啊，你正刚去找到家己啊，你已经找到自己了。我知道我是谁，而不是像李登辉先生之前讲的，我不是我的我，我不是我的我，啊，我是我是谁？你不是你的你，他不是他的他，啊，你是谁？我是谁？他是谁？为什么我不是我的我？因为李登辉先生在2004年至2005年的时候，去拄到啦，拄到秘书长先生。哦，秘书长先生，林先生，我甲你讲一下，你看我写这句话，道理你看安对无？伊写啥物话？我不是我的我，我问秘书长，有人哦，哎，我水准的了，哎，伊话政治人物本身啦，伊种写一寡个较深的吼，表现讲吼，伊政治的这个水准伫底，正讲的是足无简单的啦，伊呐，伊伫迄位的。会当阁讲正实正讲个代真相，互咱知哦，袂当个。因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都讲啊，因为一担任流亡中华民国的领导人，李登辉先生担任什么职务？流亡中华民国的总统。他领流亡中华民国领导人的退休金，可不可以讲？我是日本人，会不会被骂？会。但是各位，台湾民政府在2011年、2012年到今年2017年了，到去年为止，台湾民政府已经去参拜靖国神社，去为日本天皇祝寿5-6次了。我们有没有被骂？没有。世界各国，包括中国政府，包括现在台面上的 ROC， 他都知道啊，台湾民政府。里面所有同心都知道，我们是日本天皇的臣民，我们是皇民，我们是日本台湾人，不是中国人，所以他们会不会骂我们？不会啊。我们自己的爸爸妈妈，我们自己家里的事情，我们去扫我们祖先的坟墓，会不会被骂？不会。但是你领人家的钱，领公司的钱。你做的是公司所反对的事情，你会被骂，会不会？老板说你不能去哦，虽然他是你的祖先，但是你不能去。结果你领公司的钱，你做老板不能做的事情，你回公司会不会被老板骂？会不会？会，因为你的祖先跟你的老板是什么敌人？各位要记得，在日本靖国神社，Yasukuni，内底有39,100名的台湾人，在内底，真好。日本政府包括神社内底的人，每年拢甲拜。2011年迄年的忘年会，天气有够冷，为什么？在神拜39,100名的烈士先烈，回来台湾，迄天有够冷的，冷到啥物程度？迄大蠓穿2-3领，皮皮准，有够冷。迄差不多等于讲搁较冷寡吼，差不多要落雪啊。忘年会2011年10月31号，拄啊是啥？台湾民政府的晶片身份证第一批的发放的日期。拢总分几份？1000份。2011年的8月份，美国的国家安全单位正式来通知美国军事政府，正式授权台湾民政府可以发行台湾公民身份证。哦，这影片对，伫台湾民政府官网内底都有。吼，讲师您稍等一下吼，讲师点毛恁看。
各位来给人哦，这是台湾民政府的官网，要他输入，注意哦，这网站网址，你如果不会的话，你就直接拍啥台湾民政府，对对，在 Google 加你就拍台湾民政府哦。一般啦，你要讲找无，歹记，你有吧？拍吼、哦、台湾民政府吼、哦、有吼、哦，因为阮只有输入过啊，字类啊都有哇。在网络里找的时阵，会记得看到这吼、哦，第一个就是啊，因为阮的订阅率，台湾民政府的订阅率很高吼、哦，在这。各位，你有看到边啊这无？维基百科这内容，各位你看看就好，为什么？迄内容是真嘛？对台湾民政府非常无友善，甚至是甲咱歧视的人写的内容。所以维基百科，你看看笑笑就好，唔通伤认真哦。这个所在，这来对这内容哦，各位你想想看，如果有个竞争对手，他危及你的地位。你可能因此丢掉你的权利的时候，你会不会极尽可能的抹黑他？会不会？会不会？会。所以维基百科，各位，这些内容请你看看就好。而且什么？你把它拍照起来，记录起来，以后留给子子孙孙去看。现在政治台湾对台湾民政府对法理台湾仇视的内容，全部都在里面。让各位知道，原来这些人他处心积虑要让我们永远不知道台湾的法理真相。哦，所以你这些内容你要记得，里面有些部分它是从什么台湾民政府官网的资料截取出来的。维基百科你不要太认真去看哦，所以什么你靠看什么台湾民政府的官网哦。来，台湾民政府的晶片身份证怎么来的？很简单，这里有我们有三个选项，有没有？认识台湾民政府，加入台湾民政府，申请民政府身份证，这里按下去，里面就有了。来，我们看一下台湾民政府的公民身份证，在2011年12月31号望宁会，那时候秘书长接受记者的访问。好，我们看到访问这个影片的内容，来注意看哈，看到这里来。不应该接受这个音效设定的内容，我们看文字就好，因为那个没有声音。好，那我们从头看哦。讲师帮秘书长稍微念一下。今天12月30号发放的身份证是什么样的形式？是哪一个单位发放的？大概有多少人？我们头一次发的身份证是1000份，那1000份的主管单位是两个，一个是美国军事政府，另外一个是台湾平民政府、台湾民政府。那我们这次是有交由6个州的州长来发，但是一定要什么？本人来领取这一张。也就是今天就是望年会12月30号要发的身份证，哦，台湾政府身份证，这个标志就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台湾的标志。那这个标志是台湾民政府，哦，这个所谓的原，哦，意思是什么？台湾原本是日本天皇的土地，哦 ，OK， 那日本政府放弃，啊，后面有一个 USMG TCG 的 number。哦，那所有的台湾人都是 number 都不一样哦。那号码谁给的？美国给的，不是台湾民政府给的，美国给的。哪一个单位？美国的国家安全单位给的。那这个红色呢？身份证字号是沿用中华民国哦身份证的那个字号哦，因为他们有一个系统，美国说你可以沿用哦。我们再看。看一下文字哈，台湾公民身份证哦，有美国军事政府已经授权台湾民政府发行台湾公民身份证，什么时候同意的？美国军事政府在2011年8月开始通知我们
可以发放公民身份证。哦 ，OK， 记起来了哦。各位，你这影片你可以在手机或者是网站，你可以点来看。哦，那身份证代码代号，哦，快速判定的图，我们看到底下有哈，台湾是实体，那就是可以取得台湾总督府的户籍誊本。哦，就是所谓的，就是底下的，哦，这完整的是得到，就是他是台湾公民，哦 ，TW 的部分。那底下呢有判断方式，大家要时间去看哈，哦。OK， 好，各位，这个就是我的名字跟电话。那大家记得，这个就新闻公告内容所发言。那大家不要说看到台湾民政府，然后有个名字跟电话拨电话，哦，接过什么样的电话呢？各位，你一定想不到，还要问那个各州办公室址、电话，还有问什么有的没的，各位需要吗？那个都不是新闻公告的内容哦，所以大家记得。好，来我们看一下重点，《自由时报》报道，台湾民政府将参加今年的九月份的联合国大会。来，我们看一下。哦，七月十六号，几号？七月二十一号，前几天哈，台民政府台中州在台中公园的游行提出的六大的诉求啊，那这六大的诉求就是什么？就是在今年六月四号哦，在凯达格兰大道的游行，那六个重点哈。好，好，自由时报，我们看到底下有没有？哦，这就是那个初一班，我这张同敏张讲师有没有上过他的课？有没有？有哈 ，OK。台中州，哦，约三到四百位的成员在台中公园附近的街道游行。哦，好 ，OK， 这是新闻的报道。好，那台湾民政府上课的影片，各位刚好这里来哈，有些初级班可能第一节课你赶不上，或者是星期六第一节课。赶不上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在 YouTube 哦这个网站里面，你可以这边按搜寻，按什么台湾民政府影片哦边，然后呢按搜寻，按搜寻就有两个选项，第二个选项也就是现在直播的现场，你按订阅。那上课的影片，你如果没有赶上上片上课哦，你上课未赴不要紧，你会用来补课，补安那。你按订阅哦，赶快按订阅。你移落，移落你有看对，才会有哦。来对我先，这头一个爱给的哦。美国在台前，本展览尝试从人们的记忆，这是美国人在南台湾的足迹哦。这个有时间你再点来看。再来是这个，这是上礼拜哦，七月十四号开课的初级班的上课内容。第一节课哦，台湾法理法理谈；第二节课解读解读该懂。该统哦，第三节日属台湾，日属美战哦，台湾的地位。那过来哦，拢总有几节，拢总有七堂课哦。这影片拢有哦，你再把妈吹好，好来。本展览尝试从人们的记忆播放清单哦，播放清单咱底下看到吹真济有啊，这拢是上课哦，初级班，再什么上一期的高级班，六月三十号的影片哦，过来。那看我家哈，六月四号，台湾民政府在凯达格兰大道快乐法理变革大游行的影片，哦，咱底下拢总有几块，真济哦，就像感谢咱台湾民政府这些摄影的志工，吼，大家都很用心在拍摄，还有什么各个媒体，吼，来播放的内容，吼，就像什么华视有哈，然后是什么东森新闻台，还有哪里一电视，还有什么环宇新闻，还有什么年代新闻，还有哪里华视哦，这都有哈内容报道。那看一下这个哈，这个是来看到这里来哈，好，看到这里哦，你看到这个上面有写的内容。
好。这个就是今年六月四号六月七日吼，新历。但民政府恢复台湾人国籍的大游行，这是重点。游行的名叫啥？快乐法律法律变革大游行。六大的诉求，六大诉求哈。第一，美国高院日本应恢复台湾人国籍，为什么？因为1946年的1月12日，蒋介石带来这的中国占领军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有听过无？就是台湾省政府的前身，伊全名叫啥？台湾澎湖列岛。中国民政府、台湾澎湖列岛、中国民政府，但是有用正式名称吗？没有，他用的是台湾行政长官公署。也行政长官以上陈仪，也军政府嘞，警备总司令部，有听过警总无？有无？你讲唔对话啊？啥？连你明仔载都无看到人啊！连你讲完，连你都来掠，人间蒸发。啊！伊对找人，啊！伊对找人去新店，无就爱去绿岛。块草埔啊，可能待伫遐，消失去啊！警秘啊，大家拢知影有无？新店警秘啊，即个草埔啊，面顶安尼，石壁安尼，搭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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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迄种断掉在伫遐，是送伊无甲写，所以全部拢是受难者。白色恐怖、清乡、228呀，全部单拢扫。有受过日本教育的，了解到台湾真相的，拢台。台到村上，乖乖听话，袂反抗的，留咧，留外口。台到村的台湾人。敢发表家己的意见无？唔敢，所以传落来啥？囡仔人有耳无嘴。所以演变讲，1946年1月12日的时阵，每一个人我都清楚表达讲，咱不爱，我不爱做中国人，我不爱做中华民国人，因为我是用军事政府占领，我是日本单人。你为啥要改我的国籍？1951年的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条，日本政府放弃对台湾的管辖权。条约第一条至第27条，条约每一条内底内容有写到日本天皇甲台湾单调无？有无？无，完全没有。旧金山和平条约对日本天皇没有做任何的处分。只是在第一条的 B 款，旧金山和平条约的第一条 B 款，要求日本天皇把管理国家的大政，要交上由人民所组成的政府，伊袂当管国家大事啊。所以，台民政府连续几啊年，2011年、12年、13、14、15、16，甲旧年，咱去甲日本天皇接受。用出来拢安尼，有讲话无？有，伊讲啦，我的身体有较好啊，感谢大家来甲我看，啊，然后啦，我头转，会当讲无？台湾是我的呢，恁拢去予美国占领的，恁拢是我的人民呢，你们都是我的皇民呢。伊敢讲无？会用个讲无？袂当讲。旧金山和平条约已经把伊个嘴塞起来，袂用个讲。就算知影，敢会当在哪？伫皇居，把即个重要的事实，把伊个后生德仁殿下甲讲，传承落来。因为咱个台民政府上课要之前，咱就有演奏。三个曲子，有无？台湾民政府临时代表歌，过来啥？日本国歌，过来啥？
美国国歌，为啥要复杂？啊，你要演一首就好啊，为啥要演三条、三首歌？啊，演啊侪歌要创啊？各位，为啥物安尼？这有原因的哦，这是照战争法来的哦。头一首演奏的啥？占领地由人民，就是占领地区的当地的人，住伫遮的住民组成的台湾民政府的代表歌先演奏，然后演奏啥？原来所属所有权保有者是啥？日本天皇。伊个国旗诶，看到遮，台湾民政府临时代表歌，过来啥？日本国歌。日本国旗是谁？代表被占领者，代表被征服者，日本天皇。它是什么？日本国旗。哦，战争法里面由被占领地的军事政府占领地的住民，也就是台湾民政府的组成的人。好，这本土他就是日本他人组成的台湾民政府，就是在战争法的人民，就是台湾民政府，台湾 civil government。然后征服者，这个是被征服者哦，征服者在这个地方，军事战争法里面，哦，占领军是谁？美国军事政府。哦，再来是什么？代表占领者，哦，握有占领权的握有者是谁？美国总统。美国国旗是谁？代表谁？美国总统。哦，这是什么？国家法人。那我听过财团法人对不？张荣发他们，哦，王永庆那种用财团法人的代表。实际谁代表？证严法师，好不好？大家都知道嘛，那个是财团法人或者社团法人。但是在国家里面，国家的法人就是国家的代表。美国是什么？美国总统。日本呢？日本天皇，不是安倍哦。安倍晋三是代表现在由人民所组成的日本政府的首相，他是不是日本的所有权握有者？是还不是？来，眼睛闭起来，眼睛闭起来，很重要哦。高级班这个程度的，你要搞清楚，日本台跟台湾保有所有权是谁？来，我问各位，安倍晋三是现在日本的所有权的保有者，对的请举手，不对的请举手，我只要求举手，不要讲话，眼睛闭起来，请放下，不要看别人，眼睛，眼睛开开，开开，你偷看。不要自己好啊，眼睛要闭起来，来，眼睛闭起来，眼睛要闭起来，不要看，哦，不要看别人。咱单人拢有一个毛病，看别人牙手，牙香对白，拢歹习惯，看较足清的，唔通哦。各位，你来上法律啊，了解台湾民政府甲你讲的法律，台湾了解台湾的真相，唔通阁牙香对白啊，头壳爱有清楚。要逻辑思考，要理性，唔通阁感情用事啊！哦，来，我甲你问，日本的所有权保有者是安倍晋三的，请举手。是日本天皇，请举手。不知道的，请举手。好，请放下。好，我再问第二个问题。眼睛闭好，哦，眼睛闭起来应该很轻松，不会酸才对啊！哈，哦，来，眼睛闭好。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我说一次，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对的牙手，不对的牙手，不知道牙手。好，请放下。轰炸台湾的，第二次世界战轰炸台湾的是日本的，请举手。美国的请举手，请放下。好，眼睛都打开，看到这裡。今天第一次来，没上过初级班的，请举手。OK， 好，请放下。那个呢，你有没有上过初级班？有，有，有，怎么还举手啊？欸，各位要记得哦，谁来轰炸台湾？
美国轰炸台湾哦，谁保有台湾还有日本的所有权？是谁？不要讲不知道哦。日本天皇保有日本，保有台湾，保有冲绳 Okinawa 的所有权，请你写下来记清楚，不要再不知道了。明天第二节，甚至到第三节、第四节，讲师在问你的时候，你还不知道的话，你就落差了。啊，听有无？有差啊，差差的，啊，然后明仔载落落来，落亏啊！我爱上课爱认真。刚出来讲的拢是啥？法律内底内容出来，唔是家己编的。新台湾的里面，上册、下册，甚至台湾的最终地位，目前有四本，《台湾战争史回顾》也是四本。各位，你有兴趣可以到报名那边洽购哦，咱家己去买来看。尤其啥新台湾论哦，看有熟，你就啥参加考试，验证家己了解程度，唔通讲啊白，啊甲囥喺主迄个书架面顶，然后人来朋友来找你，你看，我有足有水准呀，看我读书读较高呢，读新台湾论，囥伫遐无效，显显呢，囥喺头壳才有效，甚至啥？读好书，甲亲朋戚友、家己个囝儿事事甲讲。即马上大个危机是啥？大家拢歪插政治。啥物叫政治？管理政人个代志，个工具叫做政治。管理众人的事的工具就是政治。就像各位，你有没有骑摩托车？有没有开车？那个就是管理你上班交通的工具。你的车子会不会很黑暗？会不会？我开的车就乌暗的，我骑的机车就乌暗的，所以我不爱骑机车，我不爱开车，会无？会不会？我车子很黑暗，摩托车很黑暗，所以我不骑摩托车，不开车，会不会？不会啊，你还是骑摩托车，你还是开车啊。政治也是一样啊，管理众人的事，你会缴水电费。你会关心楼下电灯泡没有亮，没有亮，你晚上回去爬楼梯进电梯，你会踢到石头跌倒，你会很关心。你关心周遭的事物，这个通通都是政治。要不要管？当然要管啊！你不管谁最高兴？流亡的中国难民组成的 ROC 最高兴。现在政治当然最欢喜一件事情是什么？你都别插。卖查安怎？我来查。我来查安怎？会当偷提钱，会当贪污。核电厂我 commission 一直提。罗斯里有讲啊，为啥德国太阳能面板全国铺甲真济，台湾奈无太阳能？罗斯里有讲啊，足清楚啊。罗斯里有来台民政府演讲哦。伊讲啥？因为核能发电厂有 commission 可以拿，所以这是现在所谓的什么议会的代表，他一直不愿意把那核电厂 shut down， 甚至把它拆掉。各位你知道吗？德国已经有计划性的把德国境内所有的核能发电厂全部拆掉，什么时候完成？2088年完成拆除所有在德国境内的核能发电厂，而不是只有反核。各位，你要不要拆核能发电厂？没有核电发电厂会不会死？不会死啊！德国的太阳能面板普及率非常高，甚至政府鼓励大家迁太阳能，甚至现在进展到太阳能面板啊，像一朵花一样。太阳出来自动感应打开来，太阳下山了或者下雨自动收起来，已经进展到这种程度。而且什么像一根风车一样哦，这很多人不知道了，对不对？上网去找、哦、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凭什么？马关条约、下关条约，抬头大清帝国皇帝已经把台湾澎湖交给谁？日本天皇。他交付的三个地方，第一个辽东半岛，辽东半岛因为那是
清帝国的发体地，就好像清帝国的心脏、胃跟肠子，可不可以割？割了也不能收。所以后来辽南的返还的条约，日本天皇明治天皇陛下颁布诏书，在隔年1896年把辽东半岛割还给清帝国的皇帝，是谁？光绪皇帝，知道吗？也就是被慈禧太后毒死的光绪皇帝。最近法院，也就是什么法医，国际的法医已经验出，原来光绪皇帝是被慈禧太后用砒霜把他毒死的。从哪里知道？光绪皇帝遗留下来的辫子去验，里面砒霜的成分相当高，加上当时宫廷的文字叙述，当时光绪皇帝死掉的时候，他是在床上翻滚，七孔流血，吃砒霜会不会死？会不会死？会死啊！对啊，他是被毒死的，死后换慈禧太后死。为什么这样？因为光绪皇帝他如果还在的话，今天的中国也不会这样，他也会跟什么日本帝国一样，走向什么君主立宪的国家，走入近代国家。因为光绪皇帝跟康有为跟梁启超非常的期盼清帝国可以走上近代化的国家。中国如果有皇帝的话，今天会不会这样子？共产主义会不会盛行？不会。很多历史的关键点一直在发生，但是各位台湾民政府所有的同心学员，你要记得法理至上，心里面你要记得我们脚踩的土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谁的？日本天皇。看到你左手边那里，哦，我用那个灯告诉大家，这一面图各州的办公室跟郡的办公室都有这一面图，上面会写什么字？日属。当然中央这里没有，中央这个是当时2010年9月8号台湾民政府在美国华盛顿 DC 举办庆祝酒会的时候，由美国政府的代表，把这两面图带回来，请代表带回来给谁？秘书长。那秘书长当时他的法理论述研究已经得到了验证，就是这两面图，哦，原来台湾国际的地位是什么？日属美战。日属不是只有属日本哦，台湾的所有权是属谁？属日本天皇。所以看到日属这两个字，不要讲属日本，你要回过头来看到什么？来，我点那个台湾民政府官网哈。来看到这里，台湾民政府的主张跟立场，看到这里来，台湾民政府的主张跟立场是不是自己编的？看清楚，第一句话已经告诉开宗明义的告诉大家，抓头开始就跟你讲啊，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依据啥？念出来，依据什么？国际法理。台湾民政府的目标是什么？台湾独立、台湾建国、台湾自治，那个都不是。No， 台湾民政府追求的目标是什么？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台湾是美国军事占领地，受到国际战争法跟旧金山和平条约确立的地位，保障了我们的权利跟名分，懂意思吗？保障我们的是国际战争法跟什么？旧金山和平条约，懂意思吗？懂了哦。OK， 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凭什么？马关条约、下关条约的内容。美国总统握有台湾占领权，凭什么？旧金山和平条约23条的 A 款，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United States
of American as the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什么叫 occupying power？ 主要占领的权，那个权力握有的人是谁？美国。美国的国家法人的代表是谁？美国总统。各位不要再讲说我没看到美军，所以不算。No。什么叫军事占领？在台湾这片土地上，只要美国军队在两个钟头以内可以开抵他的军队出现在台湾，都算军事政府的占领。所以各位有没有听过华盛顿号、雷根号？有没有？这些航空母舰是不是出现？第七舰队有没有听过？一艘航空母舰出现在台湾海峡，什么意思？警告。两艘嘞，严重警告。三艘嘞，准备开战。记得哦，航空母舰，美国航空母舰出现在台湾周遭的数量，也就显示目前台湾目前周遭的情况。就像朝鲜半岛，金正恩有没有？是不是有几艘航空母舰进驻在里面？而且是什么无限期？所以你可以上网去看看这些新闻。我们的新闻范围不要只有看国内新闻，而且看那什么没有营养的。哦，迄送甲送冤家，阿婆伊有伊的头章，啊，连你迄个送迄甲送小台，没有营养，一定会发生。但是什么？警察跟法院去处理就好了。我们要关心什么？台湾国际地位的新闻。台民政府有参加美国的国际的一个盛会，知道吗？5月3号已经有了，9月份联合国的演讲。哦，美国总统有责任询问国共吗？为什么？占领者的意志代表命令，谁是授权者？美国军事政府授权之下的台湾民政府。因为战争法里面，占领者的军队不能直接管理占领地的人民。为什么不能管？不能直接管。各位你想想看，各位想看吗？美国的军队说什么话？说美英语对吧？Good morning, goodbye。 占领地人民在1945年的9月初二至10月25日，那时候我们的台湾每一个人说什么话？おはよう、こんにちは、こんばんは、さよなら，是不是讲这个？美国军队直接来跟台湾当地的讲日本话的人有没有交集？有没有？语言会通无？未通，未通要安怎？照战争法，由占领地人民所组成啦民政府，所以台湾民政府有专名，会记得哦。台湾澎湖列岛美国民政府，台湾澎湖列岛美国民政府。哦，根据啥？战争法，根据战争法成立的。遵守国际法，包含万国公约、国际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台湾民政府遵守国际法，国际法包括这些内容。哦，台湾民政府的立场，初级班复习一下：不使用暴力或武力，促使各种方法使流亡中华民国结束在台湾占领。各位，咱穿这件衫，咱受到法律的教育，千万爱记得，自这时间开始，任何代志、任何人。咱接触啥物物件，咱要提醒家己，爱理性，爱逻辑去思考，唔通冲动。人用感情甲你筛人，唔通对迄对啥闻鸡起舞。有听过鸡啊？鸡啊暗时咕啊你，你就对起床叫起来啊。我半暝呢，唔是去偷出来，哎无，鸡啊叫你就起床啊，闻鸡起舞。人家人一下冲，刀枪也乎你独立建国冲，袂无？唔通。你也了解到，咱知影
咱是日本天皇所有，土地嘛是。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谁在占领？主要占领控制的力量是谁？美国总统。美国总统占领权的恶有者，控制全部台湾。土地是日本天皇的，各位，你有空间哦，要发挥哦，无法度，你要遵守。要遵守啥？占领者控制占领的权利，爱啥？尊重，爱遵守。占领者讲啥？遵守，唔通抗争。对啥？无要用武力暴力。但是啥？咱会用个用法律，促使即马伫流亡。伫台湾的流亡中华民国，较紧甲台湾占领这桩代志紧结束，恢复正常，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什么时候？把台湾整个管理民事的部分交由台湾民政府，而不是交给他的 agent 流亡中华民国。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 ，ROC 只是什么 ？Is only a agent， 就像一个国保险公司，公司的董事长有没有直接跟你出来签约？有没有？没有，你签保险你就知啊。哦，譬如讲国泰人寿的头家有直接跟你签约无？无，伊派上派业务员啊。蒋介石就是业务员，死去啊。告上告蒋经国，告一体传到今嘛。等高啊叫啥？领导人不叫总统。哦，流亡中华民国结束在台湾这里，殖民政权有恐怖，足恐怖的。咱的囡仔三头壳拢洗了了去啊，恁无了解，所以即个咱来给咱了解内容了，等伊家讲吼。好，注定啊，立场爱记得哦，随时爱复习。好，来，咱看下这个事件吼，这是当时发生的代志。7月18号暗时7:29发布的新闻。哦，什么？在柬埔寨破获诈骗集团，有来自台湾的七个人会被送到哪里？会被送到哪里？中国？为什么？因为他们持有的证件叫什么 ？China 的证件，绿色的护照，它上面是不是写 China？ 初级班我们讲过，有没有？你看它上面有写，有没有？哦，柬埔寨内政部移民总局跟金边移民局联手逮捕31名涉及电信诈骗的嫌犯。哦，有31名是中国公民，透过电话网络诈骗。哈，过来。包含7名我国国籍的嫌犯。哎，各位，我问各位哦，有没有一个国家叫我国？我国、你国、他国，有没有？有无？联合国有这个国家无？我国、你国、伊国，有无？无啊。啊，什么叫我国？伊歹势讲，流亡中华民国有国籍无？为什么？因为美国的联邦法院在2009年4月7号已经公开向大家讲啊，全世界都知道。第一，本土台湾人无国籍，本土台湾人没有国籍。第二，本土台湾人没有国际社会承认的政府，本土台湾人无家己的政府哦。第三，本土台湾人至今生活伫对政治联合中。第四。美国承认即马台湾永远是啥？美国的军事占领当中。第五，美国的法院要求美国司法部甲所有的美国行政单位，爱主动协助上，反过来让台湾民政府。2006年10月20号，就是他民政府秘书长 Roger Sheslin 带领228名的同心去控告美国政府，标的。台湾国际地位跟台湾人权保护为诉求。2015年2月27号，第二次的控美案，主要控告谁？中华民国。
再来是谁？美利坚合众国。控告什么标的？1946年的1月12号，中华民国当局以一纸行政命令节参制定第1297号训令，违反国际战争法，私自把占领地的日本帝国的台湾人的国籍大日本帝国把它改成中华民国，也就是初级班我们讲的占领不得移转主权。占领者你虽然是用武力征服的方式控制住整个占领区，但是你不可以越权擅自将占领地人民原来的国籍改变成为自己的，占领不得移转主权，就跟银行你的账户一样，可不可以拿到你的存款簿直接改成自己的名字？我拿到你的存款簿，我改我的名字，然后去银行领你的钱，可不可以？这种行为就是占领移转主权，就是这么简单，可不可以？当然不行啊。占领者你是控制住的，但是你不能把当地人的国籍包括一切占为己有，这是违反国际战争法，叫什么？战争罪。第一条就是1945年10月25号中华民国把10月25号把它宣称什么？台湾光复节。那一天叫什么日子？交战国军事占领日，而不是光复节。各位你想看吗？咱战败啊，战败怎么会光复？战败啊，有功夫有无？战败有功夫无？有啊无？战败就失去啊，啊，佫会去扣掉。啊，唔人讲讲，囡仔出门当作失踪，回来扣掉，有无？无啊，哦，天皇就向同盟国投降啊，战败啊，哪有光复？所以呐，骗人的。第二咧，1946年1月12号，用行政命令改变台湾人的国籍，把大日本帝国国籍改成中华民国。第二条的战争罪。第三个，1949年12月。开始征召占领地日本台湾人的男子去当中国兵，日本人会用去做中国兵无？可不可以？可不可以？日本人去做中国兵会用无？我摕日本的国籍，我还没放弃国籍，我去当中国兵。战败的日本人竟然去当战胜国的阿兵哥，可不可以？战争罪。第四条，中国国民党甲日本台湾国家的财产、甲人民的财产，当甲接收，当作啥？中国国民党的党产甲家己的私产。这第四条的战争罪，台湾民政府举出中华民国当局四条战争罪，这在台湾战争史回顾第四本开宗明义就有写，各位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翻来看。秘书长语重心长透过著作让大家知道台湾法理的真相，很珍贵啊。哦，那最近在礼拜就是台湾最终地位第一本要做校正的一个功夫哦。我们在时光走廊那边玻璃柜里面会看到有一本书，它抬头的部分有一点要修正。台湾不是要建国，各位要记得哦，台湾不是要建国，台湾是什么？国际地位正常化，我们现在就是不正常，所以什么地方都去不了，到哪里都会被欺负，问题在这里。好，影片我播给大家看，中国国情报告，因为时间关系，大家回去再看就好。来，我们看到那个影片，这是刚刚讲的那个，我们大家看一下。
现场还有现在 ROC 的警员哈，帮忙维持治安。第一个，啊，第二点，啊，基本上在台湾这片土地上，哦，这是影片，啊，大家再看就好，哦，好，我们看一下那个。台湾民政府之前总部遭到了烧毁破坏，于是成立了一个名为黑熊部队的单位。还这个新闻，各位，你是不是有听到记者讲？因为台湾民政府大门遭到不明人士焚毁，所以成立黑熊部队。No， 错误。在此要跟大家讲，黑熊部队不是在去年。因为去年有一批什么中华什么武装什么政府，哦，那什么和什么委的，带一群人在前面烧大门，丢一些有的没的。这个事件不是这个事件才成立的。黑熊什么时候成立的？黑熊部队在2012年就有了。所以这些记者要不要好好的来台湾民政府官网好好用功？不要随便乱报，不懂你要了解。什么黑熊部队因为那个大门焚毁，所以才成立黑熊部队 ？No， 不对哦。以及自行添购一些防爆装备。四号还特别在总统府前的凯道成果展现，同时也举办游行。透过画面可以看到，现场有大批的人员都穿着西装，但是却戴着头盔，拿着盾牌，相当的引人侧目。主播，不是引人侧目哦，这报道都有问题。好，我们看到官网，现在快9点了哦。台湾政府在2017年再度登上 G7 七大先进国首脑会议跟 G20 二十国的首脑会议的专刊，哦，大家这边再点来看，哦，这边是今年5月3号美国华盛顿地区举办国际盛会，哦，跟谈判团，这是夫人在那里演讲的内容。那这一本后面就有，这是在2015年的3月12号，美国华盛顿 DC 举办控美案的第二次的记者会，哦，那个也是夫人在华盛顿 DC 的演讲内容，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翻来看。那新台湾论下册后面也有这一本。And we've just released our latest edition, which we are calling the New Guard. Last week, we are thrilled to be joined by several members of the list, and delighted that everyone here can join us.Before I let you go back to enjoying the party, cocktails, and this beautiful weather, I want to say thank you to Taiwan Civil Government for sponsoring this event
And here's a few words from the TCG. It's Julian Lin, Director of the Taiwan Civil Government Central Office. Thank you, Anna Parman. 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On behalf of my husband, founder and head of the Taiwan Civil Government, Dr. Roger C.S. Lin, and all of my colleagues here tonight, it is a pleasure to welcome all of you to the museum for this wonderful event. 这个影片在我们官网就有哈，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课程就到这里。好，谢谢大家，大家好好用功，好。